养老穴。那找的方法呢也很简单，在我们的手腕的上方有一个凸起的骨头，你按着它不动，这样转动你的手的时候，下面就会有个凹陷，在凹陷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养老穴。现在我们由于经常玩电子设备，有时候眼睛比较模糊，会看不太清晰，然后有时候做事情太累了，或者是长时间的肩啊、背啊、肩颈啊、腰疼痛，都是可以通过按压或者是艾灸这个穴位来缓解的。那按压的方式就是先揉然后再按，先揉然后再按，有时间的话每天持续5到10分钟，时间长了会有很好的一个效果。当然呢，我们还可以选用这种电子的艾灸设备，你把它贴上了以后也不影响你手臂，就是小范围的这样子活动，所以是非常方便的。